好啊，对面岛岸，哎，你看。随便刷一下，怎样？然后再来去刷是啊啊！哎、欸，你那个字怎么念啊？梦意吗？你有看到我放三星、三四星刷歌？你放哪边？我、哦、看看，感觉比较省。房主五个汉堡牌，另外一个。房主队友有个芥末酱，一个汉堡牌，一个优格，两个芥末酱。哦，你省材料没差，才几块钱。房主汉堡。主要是如果人少吧，是没错啦。完了，这款游戏不讲究均衡饮食呢。水母安安，准备上班，好，加油！无聊安安，搞啊无聊。打个二十分钟，再来换。从来没在这边打过色尾，没有遇过色尾。若若午安。五点好贵，不要换，不要换，都不要换。哎呦啊！
直接打字不是更赚？我想要还。没该。雪莉早。哭。我们去了宝可梦中心，然后嘞，人还很多吗？昨天欸，昨礼拜六欸，肯定多吧。啊，我想挑平常日去欸。平奈安安还是很多，礼拜六嘛，难免700。嗯，打哈欠。嗯，咦？看到这种斜坡角就想要蹲地。欸，这次打最强的铁包袱有什么奖励啊？来口安安，哎呦，我想说我看你玩的游戏好杂哦，你一下玩 LOL， 一下玩那啥瘟疫公司，欸，还叫什么公司，捡垃圾，早安来口，早安哦，感谢仇煞暗翼的追随。那确实找不到游戏玩了，是不是？然后那款呼那个谁是你爸爸，我是2015年买的，欸，杂食性，我也是啊，搞不好待会就啊，有没有看到标题？鬼转鬼转再鬼转啊！啊，不知道玩什么，再鬼转。游戏荒哦，找露诺他们去玩魔兽，玩了《魔物猎人世界》啊，《魔兽世界》《魔物猎人世界》啊。我其实很早之前问他说，还是你对魔物猎人世界有兴趣，他都不知道，他应该不会玩，对，我问过他了，他只回了我不知道，欸，只回了我不知道，欸，奇怪，他会晕边缘禁地，却不会晕那个捡垃圾的，然后也不会晕 A 货娃，奇怪了，对不对？奇怪了。欸，他也很晕，真的假的？啊，他怎么看他好像很爱打？哦，爱打跟会晕也不一样。他前面都嘛在打这些，
对啊，就是我记得那时候，记得我被揪过去的时候，他都在打这些东西啊。想说怎么会啊？这就是晕船的现象吗？这就是晕船吗？什么意思？没有啦，就是明明知道自己不适合，但又爱玩，又很喜欢，知道吗？明明知道会吐会晕，但还是想玩。啊，纯喜欢吧。可是我就啊，他那时候就拼了命找我打 A 啊。啊，我也跟他讲说，不，你找我打 A 没用，已经太多人找我打 A 了，就算性别正确也一样，我不能因为啊，因为一个性别正确的，然后就为了他去打 A。那除非他是真的很伟大，可以让我想要去再把 A 载回来玩。为什么说载回来嘞？因为我曾经有载过一次 A， 但是我从来没开过它，后面就移除掉了。对，我到现在还没打过 A。原因太多了，啊，原因都是不好的啦。不想到时候又被传说，哎呦。不是当时都说不打 A 吗？怎么开始打 A 了？啊，是不是真香这样子？啊，最主要可能就这样啊，因为当时也都跟很多人说我不会想玩 A， 然后到时候哎，真香警告啊，不会干这种人。平安安，对吧、啊？这种事情，我跟一些早玩 A 的人说啊，我说不想当那种啊。双标仔之类的，面子果实能力者也不是欸，吃相难看，不想当吃相难看的人。不过 A 我真的撇除好，就算吃相难看好了，真的不想玩。所以你们打 A 的我知道啊，而且最近常常揪过来的人。就是，圈子越来越近了，就像奶口啊，然后，等一下再叫，奶口啊、利诺啊，还有像叶子啊那些，揪过来都是，哎、欸，你们都打 A 打瓦比较多，就想说哇，你们都揪这些打 A 打瓦的人过来，啊，我不打个 A 是不是过意不去？原来性别不是你打 A 的主因哦。性别？什么性别？没有啊，今天我也讲了嘛。像好，你看哦、喔，之前尤里也有找过我玩 A， 对不对？啊，利诺也找过我玩 A， 啊，无一不例外的，我都没有玩。啊，对，虽然有载过啊，但是想说载下来不到三天，我又移除了，那也根本没有打开过啊。不用在意那一块，可是就会有人喜欢在那边传东传西传一大堆东西。哎、欸，冰冰，帮我吃一般遭遇。我突然发现这一块刷伞好像不错，又给大家传呢、啊。来，哎呀呀，按住。哎、欸，不好意思 ，Michael， 你是睡了还没睡啊？昨天他们在打麻的时候，传说哎，传、欸、出你已经睡着了。我、啊、靠，我以为一堆色尾嘞，白痴哦、喔！让我想要死哦、喔！红叶安安，正要睡，晚安。
想说刷的差不多了，就回转个什么东西来的餐。欢迎安安，嗨，有没有要帮我吃个一般遭遇的？一般遭遇成药力的。哎、欸，还没回答我，就是这次的铁包袱能干嘛、啊？这次的最强铁包袱能干什么？多多早安，最强铁包袱，反正我是没打，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多个最强阵章吗？那这样我也觉得还好。哎、欸，我是不是可以把我想要的宝可梦传到那个真传那边去参加华丽大赛，拿勋章再带回来啊？是吗？挂机刷钱哦，别挂了，别挂了，快帮我吃。没啊，你挂到一个段落再帮我吃啊。这是什么？哦，草苗龟。然后什么？怎么会有花贝贝？我自己用吉利蛋靠队友打。哦哦哦，你说太金团体战？我之前玩麦块的也是用吉利蛋在当辅助啊。我觉得吉利蛋很好当辅助欸。好，薪资啊，没有吗？之后想改吼叫尾了。长豪啊，加攻击力，光强反射臂，长豪加帮助。哎呀呀呀呀！啊，如果没人要帮我吃的话，我们换游戏吧。这次铁包袱会开极光木，几乎要用天气去压。我有看到攻略是说用那个电镀蛙，不过要学奇异什么？奇异电波，怪异电波啦。用怪异电波先降他特攻嘛，降完特攻再用污泥炸弹去降他特防。然后打到他开盾消自己能力之后，再那个怪异电波再降他特攻。听起来不错欸，对吧、啊？玛丽安安就带三招嘛，怪异电波、污泥炸弹跟抛物面充电，这三招就好。
只是，都抓得到的，我就很懒得去打。那主要也是因为圣诞节吧。对，太惊动，突然来一个，那谁，信使鸟，更没人想去打。我也不理解，但其实不好打的哎、欸。对啊，你看不好打啊又这样子，我也不懂。那如果既然真的不好打的话啊还啥？我欢迎。有没有要吃？没要吃没关系，跟我讲一声。倒是大量发生圣诞老公公打起来蛮爽。哎、欸，他昨天听姐姐说，那个不是点数也给很多吗？完喵，你不会做，我可以跟你讲配方啊。要吗？你要帮我做吗？你要帮我做，我可以跟你说配方。50多%，每次都掉2到3个，那种不会进化的都就是固定掉2到3啊，啊会进化的就是1到2、2到3、3到4，哎都是这样子循环，所以我才会挑那吉利蛋啊。很多人那时候是传说去打金属怪什么之类的，我想说，为什么要去打金属怪？吉利蛋不香吗？很好欺负欸，好齁，好，一弹最高64%，而且又有幸福弹，幸福弹打下去是2到3到10颗欸。来花音，等我一下，我连个网，游戏，宝可梦，兔子，食谱，来看我们兔窝整理的攻略了。要等等，哭啊！想要遭遇，我跟你讲哦，煎辣香肠，咸加咸就好了。感谢打折打到骨折的追随，哇！这次东特其实也打得很骨折哎，还在刷钱啊！不叫你先等一等，可恶！欸、我觉得这个很酷欸，这个点，这个点不是说也可以遇到那个？今天看人家那个，昨天看姐姐台就说这边也可以刷得到那个，刷得到那谁，无图犬，你是谁？钢铁鸭。打不痛啊！要求笨蛋，大笨蛋，你怎么把自己打死了？死了吧，你活该！不哭不哭，你很棒。还是这边，这边吃个一般遭遇，在这边刷，哎，不行啊！
有四记录，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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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拿去做基金。哎呦呀！我感觉我的燕白好小，嗯，不是固定的哦。啊，又拿到月之石了，回收。我原本有在这边遇到那个啦，大量发生图图犬，可是这边太难刷了，这边点。它这个点有个凹槽，但是里面我站不到一个任何地方可以刷它。魔龙小龙安安，夜月安安，哎、欸，太难刷了啊！靠！对对。又一批圣诞老公刚灭完了，我没有要去打他们啊，我是要去看，看看。怎么会灭亡呢？哎呦，我原来我真的抓过，我以为我没抓过吗？他们的色尾是穿紫色的衣服，很可爱的，可可爱爱的。保姆漫步欸，我今天是保姆漫步哦。还是你就继续刷钱，我换游戏算了，不然等太久了，等太久了。你突然安。哎、欸，我每次看你的台，十次有九次都在睡觉、欸，哎我以为是牧羊犬嘞。老安鸭里夫，你好了，你好了是不是？好，来我来，那个煎辣香肠，不是煎辣香肠，要什么？先跟你说圣诞快乐，我下午才会出现。圣诞快乐，李兔。哦，你开哦 ，CC97P8。嗯？你是不是打错，还是我打错？我数完啊，圣诞快乐死场，什么是死场？欢迎，要放煎辣香肠，然后咸的调味料加咸的调味料。
为了证明我在啊。这样搞得好像是我刚点开台、欸，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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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哦、连续观看哦，哦，看到了，哇，连续观看又加点数哎、欸，哎、欸，怎么会在这里？怎么在血渣镇？你在刷什么？哦，对，学员钻，对不起。不会啊，你的燕白球雷姆体型差不多啊。姜长盐巴，来来，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好不好？赌博时间，赌博时间。哎、欸，闭嘴闭嘴，繁星闭嘴。哎、欸，你香肠放太多了吧？一个就好了，说。我看看哦，我从这边点开创作者仪表板，实况管理工具，你在说。而且我明白，来，待会刷图图犬会有设围吗？好不好？不是大量发生哦，是一般的哦。哎、欸，好可爱！你原本放三个，啊，等一下失败怎么办？不，哦，好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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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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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这个是皮卡丘做成的肉。你看，做错了啦，白痴哦！电有什么可以刷的啊？电遭遇力，我觉得还好哎、欸。做错了，君暖安，哎、欸，你要重读取答案吗？我看一下哦，为什么会是电啊？一般不是煎辣香肠一个加咸吗？啊，我知道原因了。哎、欸，待会，你转什么转？再来，怎么会是电的？再来。我跟你讲，等一下就放你的香肠就好了，你的三根香肠。等一下放你三根香肠，不要放我的，看看。还是我不能加盐巴？一份就好吗？对，反正等一下三明治上就只能放三根香肠了，试试看。再不行，我再去求救。回归自然。还是就是因为这个是皮卡丘的
皮卡丘的啊那个铅造成吃到电力大。两星，等一下，有问题？怎么又是电？哈？一般遭遇力不是？你是放闲闲吗？那个，还是你放闲加辣看看？还是你放闲加辣看看？你这个等一下读取了，抱歉了，我好烂。对啊，一般遭遇是。煎辣香肠咸加酸甜辣咸，小伟早安。米米求救，米米在吗？米米在我就吃他的料理。我记得都是啊，还是要放豆腐啊？等一下哦，咸加辣豆腐哎，咸小胖早安，你咸加辣看看好了，不是我跟你讲。米米其实跟我们看的是一样的配方啊，只是怎么会变这样？香菜皮蛋豆腐汤啊！我有去看《中邪三》吗？没有，我是一个没人陪我看电影，我不会去看的人。啊，我的，也不是说我的啦，我连动漫都是人家找我看我才看的。有丁安安，感觉都要放了、欸，不然又变两星料理。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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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哎，再不行，我就去抓正负电拍拍而已啊，没事没事。感谢花衣。大不了刷正负电拍拍嘛，对吧？等一下，那天安妮明明有这样放啊啊？怎么？嗯？有鬼！哎，谢了，欢迎记得独挡哦。哎、欸，一般遭遇怎么吃啊？有聊天室的知道吗？奇怪，那天也都是这样吃的啊，怎么变了？意外还是发生啦，有一传送过来，设为霹雳电球。看。通通都是球，这里。我这个好可爱哦。怎么会那么长啊？身体？好啦，嗯，对哦，怎么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啊？哎，姐姐那时候说什么？往上跳，然后。
哪个位置？这里吗？哦，从这里，是不是？他说那时候刷闪的点是这里。不行哎、欸，我不知道刷什么电系，哎、欸。这两不错、欸。我在学校，哦，他那个点是随机的啊，他会在随机一个宝可那个中心，他会在随机一个中心那边弄。蓝莓改很好预野伞吗？刷图鉴一直遇到，哪有很好预野伞？骗子！没有，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多的是没有的事。太杂了吧！我的天哪、啊，我是要来抓什么的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哈哈哈。还是花音，我们来吃火料理。哈哈。荼毒人，没有很好预闪啊！我主线通关也只有一开始遇到的顽皮那个不椰蛋树而已、欸。你这句话跟姐姐讲，她会生气哦。你小心一点哦。你小心一点哦。我说伞不是很好刷吗？奇怪了，你怎么刷不到？所以你和我说，你是魔鬼吧？哎、欸，为什么、啊、一般吃错了什么？吃错了药？你要嘟嘟伞吗？不用，我知道它绿绿的，因为我的 Pokemon Sleep 第一个伞就是嘟嘟，我第一个伞就是嘟嘟，准备好了。你第七位米米了。感谢一份豆腐加两个咸味料。哇，我其实刚刚不是有说还是要改豆腐啊，就是因为我记得是豆腐啊，可是我看那个试算表是我们那个 Excel 表示放那个啥甜辣香肠。等下花音要再来吗？花音要在血池吗？还有100钻，对，我昨天有拿到100钻欸。亚德安安，我昨天其实有拿到100钻。哼，下面哦，扔到下面去了哦。来吧，花音，我们来血池。你先抢拍卖，好啊。哎、欸，各位，这次料理不算，我们换下一个。啊，这不是我要刷的啦。哎、欸，等一下哦，那个我们是可以过去。啊。
好不好？我们现在只是暖身，我们下一次才开始。GG， 没有啦，没事啦，暖身而已啊。这里呀、啊，这也可以刷。哎，怎么又是电池怪啊？哎、小石怪啊，电池怪是吗？完蛋！怎么一堆奇奇怪怪小石怪？我知道小石怪比较偏同色，然后正负极是黑白色。你在买天星队的衣服是不是？不，天星队啊，那个谁，读天星的衣服吗？我都叫他小奇怪啊，小奇怪，三合一奇怪啊！记得看到那个没戴眼镜的牛仔外套阿妈要小心哦，还有个头刺刺的阿伯也要小心哦，都拉到三十几万以上，白痴。反正钱再赚就好，是不是？是啦，每一场都有他们。哎、欸，我是有遇到一场是都小朋友啦，24万解决。啊，脚麻了啊！脚麻了，蹲了快三个小时。目前36、36、32、36、36。看，这个也叫电极怪嘛？啊，电奇怪。可以在这边这人刷 BP 吗？什么这人？找人吗？可以在这边找人刷 BP 吗？也是要问这个啊。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刷、欸？因为刷社围不能玩多人啊，因为遇到社围万一死掉的话，我要重开嘛。那再来是，我也不能逃跑，逃跑社围会消失。你看我错字理解能力，等一下，这是社围吧？哦，哎，恭喜我们，这个要算吗？刚刚不是说不算吗？等一下，我遇到社围了，欢迎打我一下啊！什么五星插柳来了？我操，看不出来！跟你讲，真的不要小看我的眼睛啊！我虽然有点自恋，但是我真的眼睛没有坏啊！虽然老人家的眼睛了，但还是些微是可以的啊。好喂，你这样来得及吗？等一下，拜托，算了，好啦，算了。算了算了，好不好？你们最爱讲的那句话啊，算了算了算了。等一下哦，欢迎你，等我一下，我先选择结果，肯定会
来，欢迎我来了。我来再看一次。没有，我刚刚一直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手上亮亮的，我以为是有什么东西在那边闪。你看，这个人手上就是一直有亮东西，亮东西，导致我觉得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好，我们去找花音，不用同行。联盟极友圈，按错按错按错。我想说先问你哦，你可以找啊，可是我不确定有没有人还有在玩。六恩 R D W 七，有人想刷 B P 的吗？有人在找哦，我来了 ，Go Go。豆腐加咸，那我是要加盐巴。好了，下一个赌盘要来喽，两分钟一样哦，是社尾哦。嗨，欢迎你好，欢迎。我看欢迎这边的大量发生，小奇怪。喂、欸，你有鳄鱼的哎、欸，欢迎在哪？来了来了，别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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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我。我不卖豆腐，我在武功学校里学的那叫功夫。还是我以后失眠，半夜睡不着，开个台，开台刷刷刷我的裂空桌。你不要垮哦，你不要垮，垮就没了。你已经放弃刷色色拉弟兄妹了，刷一下，慢慢玩。睡觉台吗？没有啦，半夜睡不着。你想玩纸板？先玩啊。啊，不会是电的了吧？哦耶哦耶，谢谢花音。哦耶哦耶，按错按错，野餐，按错按错，按错按错。次次安安。我有去跟你现任主推去打过招呼了。哎、欸，你会不会到时候把名字改掉啊？有吗？你到时候应该要把名字改掉了吧？无其名字吗？对啊。
还没有想法，你还是要继续当个鸡丸帮吗？鸡丸帮，鸡丸帮。对对对，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好多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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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人那天看安妮说，他聊天是有人说在这边也可以刷狗。可是我看这边怎么都不像会生狗啊！你看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有狗啊。因为改掉要很多 DC 名字要跟着改。哦，艾克。没事吧？就解散啊！这只狗狗色为是偏棕色、咖啡色。还记得我那时候在这边遇到图图犬，第一件事情，我不是拿仙姬球抓啊，我是拿什么高级球？因为当时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是会练一只图图犬。哎、欸。哦，不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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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误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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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误会一场。我想说应该还没那么白啊，哎呦喂，怎么在这？对啦，两个老人，不会啊，就算两个老人，他们也是有个上限在啦，就是他们就是只到一个金额，不会再出价了。就是那个金额而已，他们不会再多了。啊，这个太晶洞有点讨厌哎。感谢领月的追水，感谢领月的追水。啊呀呀呀呀呀呀！啊，图图犬哦，对，有建议的点吗？有推荐的点吗？不建议，有推荐的点吗？因为其实那时候，因为图图犬是我之前玩麦块模组的时候拿来用的抓虫胶，看大量发生实在，可是大量发生那个位置我有点不喜欢欸，它有点讨厌。我的大量发生在这啦，这里。但是吃一般遭遇的话，会有很多四季路。这边不，那边我不太想去。我刚去那边稍微打了几分钟，太累了。哦，他很多点哦。哎，还是但我没有看到御彩翼，有点失望。就是御彩翼是什么？还是去抓姐姐的点，这里。纸板可以用钛金站去抓猪板吗？可以啊，就是你要看到有人开，有人如果有开房的话，你可以去蹭啊。
来，姐姐说这里这个点。嗯。我。小狐狸草原旁边有一小老师家左右弄。真的，哎，我那时候想说吃一般遭遇，就忘记有小思思啊，有四季鹿，有一大堆有的没的，整个就是两个字，痛苦。好啦，我们来刷多边兽吧。所以我才想找到刚刚的地方啊，刚刚的地方不会有四季鹿，也不会有什么一般系的宝可梦，我才选刚刚那个地方。哎呀，按错。没办法，四季鹿的属性太普遍了，一般加草，有够烦的。这是老人才花我25万，是哪一个老人？有戴墨镜的那个吗？有戴墨镜的，头上有戴墨镜的那个，只会出到20几块而已。然后市区都有，对啊，所以我刚刚找的那个地方。不会升四季鹿，我就觉得啊，这边没四季鹿哎，然后很开心。老阿嬷，对，是老阿嬷，有一个老阿嬷，她是有戴眼镜的，戴头上会戴个眼镜当法箍的。那个阿嬷她20几万就会结束的。那人当看那边有没有，不然就应该。那怕就是歪出四季鹿的色尾，然后自己还看不出来。超多退休金，别说老人们了啦，小朋友随随便便都出下20几万买东西耶。小朋友身上带那么多，那你带那么多钱要干嘛？对吧，臭小鬼们，身上带那么多钱是要干啥？还是最爱前两世代的宝可梦，最爱前两世代的神奇宝贝，都没有哇！来，老人跟老师，继续跟老师们抢钱啊！加油！怎么会升那个？哦，各位。你在抓240色纹？什么是 240？ 没有啊，我在刷自己喜欢的色纹。我还想刷那个啊，泡沫栗鼠。就主要还是喜欢一般系啊。所以我当时在宝可梦选了一般系啊，
当自己的队伍一般洗。你看，不能用，就只能进出先机球，不然就只能拿那个突突犬当点到为止蘑菇包子的。你想抓泡茉莉鼠，它超可爱，对不对？我想刷，可是雪那边一般戏也很多啊。你也太多松鼠，他们是来捡东西用的。他们在早期帮我捡了很多东西拿来卖，捡了金珠啊，捡了巨大金珠拿来卖钱。一般戏太杂了，对吧、啊？不然就是雪那边想刷成龙的话，啊拉普拉斯的话，冰跟水太多了。哎，兔子安安，早上好，不，中午好，中午好，你好，你好，你好。你的特性是捡食哦，对啊，拾荒大队。这次你们家兔子来了，啊，先自我介绍一下，对我也是一只兔子。然后实况也做了十几年了，实况老人。那其实一直吃吃一直来跟我讲你的事情，然后某一天我在想说啊，就那一天就在想说要揪给谁，然后说啊哈，不然吃吃去你主推那边好了。大佬，没啦，没啦，没啦，小小小小小小。应该说，有玩麦块应该都会知道我，没玩麦块的，对，不会知道我是谁。现在印刷机有很多钱，对啊，但是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好啦，身上都只带着那几只宝可梦，不然就是在带着几只捡食功能的，在身上继续拾荒。我玩那个会3D晕，没事。我跟你讲哦，我其实如果太久没玩麦块的话，回去玩我也会3D晕，而且晕得很严重。然后就是强迫自己继续玩，继续玩，继续玩。可是我麦块玩到后面都是不喜欢下地洞，都在盖设施。感谢 King ECCO 2023的追随。嗯，你今天没有上班吗？我那天听你讲说，你不是有开台的时候表示是你休假日吗？上班辛苦了，而且还要这么冷的天要出门，辛苦了，辛苦了。我也是国小因为麦块听说过繁星啊，你听说过我，但是你爱的不是我啊。我休六天，欸嘿、哦、那请问你现在是在，好啦，你刚睡醒吧，赶快去吃早餐。好啦，我现在有看到都会去帮忙挂一下台。你没看到你在讲晚安的时候我还有出现吗？厉害吧。我爱的不是你吗？哎、欸，那首什么？我爱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我期待啊，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哎呦，我按到。高高安安，我刚跟朋友吃饭回来。嗯？我国小不喜欢跟台，没事啦。国小很多没有台可以跟。啊，就是因为很早期，很早期，那时候有开台的人很少，导致只要那时候有开台的，其实观看人数都很高。那现在因为 V 太多了，然后就是大家一定都会有喜欢看的台嘛。啊，我就想说，啊，你们去看又没关系，
对不对？妹子那么香，是我也会去看啊。啊，为什么不开台？因为我在看的 V 在开台啊。喝水，喝水。哎哎哎，喝个水就出社会了啊！没错，因为在滴滴，冲啊！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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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哈哈！嗯，肚子有玩这个吗？哎，恭喜！恭喜头一的人，我们刷到了社围了。你没有玩欸，没事没事，可以玩，值得玩。宝可梦一直都是什么时候玩都可以的游戏。我想你来玩的话，次次会很开心，因为他才在我这边学到一些宝可梦的一些东西。凑三只吗？你是说一二三吗？真假？对啊，他当时从零哦，从完全没玩过，问说怎么刷社围，什么生蛋，什么有的没的，他在我这边就学到很多。存档。哎，我们先结算赌盘。选择结果，哎，这么多人相信我，真是不好意思啦。我有一只了，一只股，那个一只一个朋友给的，一个观众给的。来，我们再来预测，看一下料理时间哦，谨慎一点，各位，剩不到13分钟了，要刷第二只社围哦。肯定一定学得会啦，对啊，就算不会的话，这边很多人都会教。繁星怎么没教过我？你有来问过我吗？你还想教我对战不是吗？你还想教我对战？啊，我就不喜欢我的宝可梦受伤吗？我当时玩真传的时候，叫宝可梦死掉就独挡，你就知道我有多难过了。宝可梦不是用来打架的，宝可梦是用来疼、用来爱的，不是拿来打的。你砸了你全部点数，哇！你看来不是很爱我哎，你这样子人财两失怎么办？牙膏膏，你今天没上班哦？不是，是我就投二号了哎。是我就投粉红帮了哎、欸，十分钟还要预支伞，其实有点难。我家得出门捡东西，会把路过的野生干死。好，早点加调味料还有机会啊！不是，之前也是有这样子，哎。刚刚才说的，哎，投什么粉红棒？冲啊！等一下，这个赌盘是不是时间还没到？你刚刚说投什么粉红帮啊？繁星说什么粉红帮啊？两分钟哎，我都不相信我自己了，相信我干嘛？好扯哦！来，我先给啊，选择结果。好扯，
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你图鉴全开了吗？全开啦，第三天吧，第三天就全图鉴了。没有玩的比较慢啦，哎，应该说我主线玩的比较慢。我看到没抓过的宝可梦就跑去抓嘛。来，剩不到十分钟哦，各位开始预测。御三家也全开了，对啊，我就是四天王都没在打、啊，然后就是一直在抓色，那个一直在抓宝可梦啊。番茄安安，你是下班了吗？还是从健身房回来了？看来是快死掉的番茄，你在努力干御三家。色尾哦，哎，不是有几只真的是魔王哎、欸，是不是每一代的御三家都有一只魔王啊？你看杰尼龟，你看火球鼠，还有谁？腾腾蛇，你看火之鸡就很棒。你睡到刚刚，你今天难得是中午的班呢。我那时候在思考，我要把一个小起点换回来。就是我其实以前有个小起点兑换，不是小起点啊，忠诚点兑换，是用王杯杯讲话啊，用王杯杯的声音讲一句话。可是有时候觉得这个好累哦。小伟都没刷 BP 哦，小伟之前都在真传重置，所以没有在刷 BP。主播你好，我想问高 V 的百变怪怎么抓，是不是真的？你想要吗？我有多的哦，你要吗？我看你十几分钟前追随我，我可以送你一只，不过等我的这个刷完，我这边有一箱啦，不用怕，我是实况上抓的，这个是人为手工抓的。6V 的百变怪不是色尾，所以看你有没有要。你看，切换雷达，这个6V 的，看你有没有要。你要的话可以，你要的话，因为这个是你是日版的吗？因为这百变怪是日版的。观众，我的干爹啦，他是用了日版的账号进来帮我抓，然后那时候是送给聊天室的，然后有抓有多有剩，所以不是改售啦，不用担心。凡凡想吃我做的饼干吗？饼干是饼饼吗？还是松饼？来啊，吃啊！问一下哦，忍兽还要过任务？对啊，我刷了6000，全部拿去抽奖啊！你怎么先抽掉了？你疯了哦！所以你要吗？你要的话，我等一下传一只给你。那、你随便丢一只给我。你是香港版的，那可以啊，看你要不要啦。你要的话，还是你要是自己名字的，因为你要拿来刷色尾的话，用不同语系的百变怪会比较容易出色尾。你撕我一下附近小七，我给你小七吗？好啊。各位紧张咯，紧张咯。各位紧张咯。我也觉得好扯哦。你说啥？我说蓝蓝帮的紧张咯。
你都只遇到一只，不是？这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哎、欸。你给工程师多少？这是花鹰的三明治，一定是前面已经先吃了三颗闪电力招待啊，电遭遇大的料理啊，一定是这个原因吧？哎、欸，我有拍吗？哎呦哎，好扯好扯好扯哦！哎、欸、干，我就是。好险好险好险，真的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真的可以啦。不是，我跟你讲，只要是火系一般系等级高的我在抓，我都很担心是那什么斩焰冲锋哦，跟蛇身冲撞。这两招是我最怕的啊，不然就是那个什么临别礼物。哎，你等我抓到我再给你。你有带闪符吗？有啊，没有你的珠子啊？什么胆闪符？不是本身就有吗？吓死我了！我是要存档啦，白痴哦！太谢谢哦，不会啦，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人手一只6V 了啊，是不是设为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只是当时玩到第五天还第六天，那时候我就随便撞一个太晶洞。又抓完发现是6V 百变怪，然后那时候就是开台开了三天三夜，啊，不就还好我自主被装设为，哎，还是会啦，哎，直接拼彗星了，来我们恭喜蓝蓝帮获胜，选择结果。不敢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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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死，他会死。你没有吗？珠子没，珠子开全图鉴才有闪耀护符啊！啊啊啊啊！点啊，点错了啊！差点又要蛇身冲撞啦。你还是打了，不是我要点蘑菇包子哦。该带幸福蛋了，为什么是幸福蛋？唱歌，好喂，三只色尾，哎，不行哎、欸，我真的要开哄了哎、欸。包包不够了，包包不够了，亚德拜拜。包包不够了，一堆色色的宝可梦，一群色色宝可梦。屏保，何必？
第几？色色酒，更改名字。色色有。更换币。欸，不是这个，哦，这个。色色酒。哎，这边要感谢安妮提供的位置赞助播出。那个要百变怪的来，你有网路吧？太多色色了吧？你才半箱，不是很多是别人给的。我看一下哦，这个啦，我觉得那时候刷最满意的应该就是这一箱了。这一箱全，这箱骆驼母通通都是。都是那时候大量发生，而且还有在灰子大赛打的。那其实很多是别人给，像这个吧，这个我不会有啊，因为番茄给我的啊。还有一个观众，哦，不知道什么的，跟观啊，那时候因为可能给他百变怪吧，然后他给我一只色尾，你看这是番茄给的。有网路哦，来吧。哎，你的名字叫什么？那如果你要高 V 的百变怪，要靠自己抓的话，就真的只能去太晶洞了。来，请告诉我您的名字。哎，高高是小七吗？全家可以吗？你叫沙库拉哦。全家没寄过应该也行，因为全家离我更近。哎，没有对象，还笑我。樱花，因为我知道樱花叫萨库拉，可是他的 ID 没有萨库拉。挂号全家，有了有了，看看哦。秘传调味料，什么秘传调味料？等你巧克力豆到，好啊，好，秘传调味料吗？打，没有啦，我们那个节操是说，问我们要打秘传调味料啦，打打打，他是问有没有要打五星的太晶洞。哎，杰超，你的 BP 够了是不是？秘传也不好拿，要看哪个洞欸。有些比较特别的洞，给的秘传就特别多。口味有差吗？有，有有有。不会。虽然之前送给那些人百变怪也是说以后多看台，但就再也没看过他们了。希望那些百变怪可以过得幸福就好，希望他们不要被压榨。好了，杰超你开，哎呦呦呦呦呦呦，
你有啊？你看，你看，就这样又拿到了这个回收持有物。你还在看？你也有在看谁？我想想，杰克的台比较常出现你嘛，流星。我之前有领还在，他已经被榨干了，他变成那个嘛口香糖干了嘛。你一定有吧？你又没有百变怪。你说 BP 吗？没有啦，你不是说要打秘传？你不知道打调味料吗？还是没有？啊，我是问你 BP 都刷好了是不是？因为刚刚有一位想刷 BP， 你们有没有要组 BP 团的？有缺的可以组一组欸。哦，你是回答的观众，白痴哦。DP 你也缺，你们妈自己开一团的啊？因为小维缺，然后古雷缺的话，还缺两个啊。我想说，我就不去凑了。你看一下，哇，欸，不是这个，这个，我原本将近八万，欸，我原本八万多，然后被我抽一抽，玩一玩，玩到剩这些。想说不过要出门了，陪你们。我想说刷泡沫历史，结果只有一个秘传。哎呀呀呀呀呀呀！对吧，啊？你们要刷的赶快刷，啊，因为这游戏下一次打开的时间可能就是1月11号了。问你要不要陪你刷？我想说我就刷色尾啊。好，先看啦，啊，如果等一下缺一个的话，我再进去打。如果你们可以凑满的话，尽量，当然是尽量凑满啊。欢迎，你要上班了，你先帮我吃料理可以吗？耽误你三分钟可以吗？欢迎，可以耽误你三分钟的时间吗？在刷伙伴没有？我帮你吃啊，好，欢迎，路上小心，拜拜。太现实了吧，没啦，谢谢你刚刚的料理，让我有三只多边兽。没事没事，你赶快出嘛，没事没事。好，放生咯。看看那只多边兽在哪。嗯。嗯，望月给我的多边兽跑哪去。色色，嗯，啊，不会在我的主战力这边吧？常用哦，那只，噜噜噜噜，可爱。番茄开，好，流星拜拜。等一下要刷图图犬，等一下哦。那你等一下开，你等一下开，你等一下开。我要去踩那个点给刚刚一观众看，就是这个点就很差，这个点是只有一个凹槽，然后但是附近都会有那个四季路在乱，就很烦。查食谱哦，一个豆腐，两个咸，还是就是这边刷了啊？这边我觉得这边有料欸，要嘛就是泡沫栗薯，要嘛就是，欸，我觉得这里有料欸，如何？我们这边刷，这边有泡沫栗薯跟狗，两只都是我想要的。啊，还有多边兽欸，有点惨。看一下哦。
看四季露出了，哎，这里这个洞，这个洞，就这个洞，你要等它升要等很久，然后升一升旁边的东西都升的差不多了。你在打瓦感觉能挂着刷，不行，不可以当米虫。你好好打瓦好吗？哎，你们家利诺最近是不是变得比较凶了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有看还是怎样，但是也没有很久啊。啊，我觉得他最近有点凶咧，好恐怖哦。这压力太大了。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就是不是说有人找糖糖要抱抱要什么挖狗鬼东西的吗？然后哇就特别凶。怎么说哪里凶？你说那个凶吗？我不知道耶、欸、至少给我的印象里面就变了很多，可能是因为人数起来了吧，难管理难控制吗？等我站好点哦。好，那我跟他说要处理的哦。是糖糖真的说不舒服吗？因为有时候观众会互闹，闹到就是懂吗？会起哄，哄到以为大家觉得这边的气氛氛围就是这样，然后导致一个学一个这样子，后面就这样子。我就只能请路诺说，哦，然后有时候挂着，他的台一下就跑变成两三百人，我想说，哇靠，啊怎么挂个台挂一挂就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聊天室也刷很快，我想说，那我就不看了，继续忙我的事情。好，来吧，来吃。你看谁是最可爱的老鼠啊？真可爱。嗨。嗨老鼠。你不刷大量吗？没有欸。JYDYF 没有，你打大量也要花时间去打。我现在有点懒。你怎么置顶我的地址啊？你是不是想来我家？来，开始预测。我跟安妮都不是刷大量发声派的人啊，我们因为之前刷大量发声会觉得说花时间去打那些啊，不如就直接开始刷会比较快。不是懒的方面，是你要花时间刷到好像好要刷到对的位置跟好，比如说先刷到好一个对的位置，你就已经花20分钟了，那你花时间去打又花了几分钟这样子。对啊。哈诶。只是有些大量发生场我知道啊，就是像。可是火球鼠也没预算那个也没大量发生吧。没事。
赌盘会告诉我们一切，赌盘会告诉我们一切。你呛他，他还会哭腰，都跟之前一样，不用想多。没有啦，他没有呛过我啊，他敢呛我，他敢呛我。看台的问题跟另一头说一下，随大家知道延续一下，没啊，其中有刷弄好了哦，刷 BP， 你要 BP 哦，看一下，现在是古雷跟小维要是不是？豆腐要怎么夹三明治啊？啊，所以没有夹，所以没有夹。你要打嗝，好难过。刚是哪里？这里。所以豆腐三明治是设为用的，没有吗？豆腐三明，豆腐加调味料才是。很多东西加了调味料才会有设为，不然不会有。屁啦，这边不行哎、欸，感觉奇诺利鼠一定要设尾，不吧，一定要刷大量哎、欸。好，这边没料，换换换，泡沫利鼠，不是三个红的领完就一个黄的吗？要多人，那个叫极友圈任务，小维，那个东西叫极友圈任务。黄色是极友圈任务，所以要多人才行。你单机的话，只会到红色而已。啊，按错。有调味料加啥都能不是吗？不是哦。还有个配方在，要黄色才能抓神兽，对不对？对，才能刷 对面版本的神兽。哦，古雷，我们就是像比如说刚刚番茄请我吃嘛，然后他就是现在直接独挡，我有吃到料理的能力，然后他独挡就是材料会还回去给他。哦，小维没在看姐姐的影片哦。你娃打完了，我帮你问问看哦。啊，还有人要打 BP 吗？节操要不要打？节操还要不要打？好。好，三个了，还缺一个，还有人要打吗？还有要 BP 任务吗？
你来，好。古雷有不懂的可以问哦。总之就是有一些是要会有黄色任务啦，黄色任务通常是大家要可以的话一起接，不是可以的话，我刚刚好像看到一只，是不是？完蛋了，黄色的话是，应该是看错，黄色任务，少数几个是要人在场，比如说做三明治啊或拍照的任务。要人在场才可以解，不然就是找百变怪没了。我只查过天梯方面、培育方面，我还真的是垃圾等级耶。啊，你说你的宝可梦的数值哦？没事啦。有皇冠可以，有后天的努力，好吧，我们先天不行，我们靠后天。他们怎么都朝那边看、啊、那边比较好看吗？对吧、啊？再来就是还有提示任务啦，可能会有什么叫声啊、属性啊、特性之类的。啊，到时候打在聊天室跟大家说就好。好，谁开房？你们一个先开房吧。可是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提示，就是属性跟剪影这样子。我就是前几天有帮一个朋友，就是他让他开台，就是缺一个。我就百般的无奈，就说好啦，我进去啦，所以我才刷到快28万多。可能人数不到四人，有四人，四个人，真的吗？是人数没有四人吗？好，这么特别。我怎么记得那天是因为他的观众有两个没刷，然后就问他主播要不要一起刷，然后说我们还缺一个繁星你要不要，我说没关系，你们先打，然后后面就是好像还是真的在等我，说好啦，我进去啦。你弄了四只在敲乌力，不是有人用了六只吗？因为那天在听安妮说啊，有人用了六只，我就想说太坏了吧，羞辱乘一变成羞辱乘六，虽然一乘一还是一。好像不好看不行，还是来这好了。来，中央五为准。大风吹啊，色为吹过来。有人要刷 BP 吗？满了啦，凑满了啦。会有谁？一夜月、古雷、你跟杰超四个人。什么叫有人还有人要吗？帮你凑满了，你还没还有人要？我打你哦！卓雅，为啥他跟乌力有关系？
他应该是让索罗亚去骗那个屋那个吧，骗那个谁，恶鬼碰出来吧，对吧、啊？变成恶鬼碰去骗人家。我的红狗狗呢？再带百变怪，百变怪，你说双打吗？然后再带梦幻嘛，再学个变身。有那么少只，伸到下面去哦。哎、欸，真的哎、欸，白痴哦、喔，四纪录。慢。白痴四纪录，我还是来这边好了。来，狗狗们。听我口令，还是纸比较好玩，大家都纸的。我帮你把这句话拍给姐姐看，好不好？你有点立场太过分了哦，你。你这样子，我们猪玩家啊会不开心哦。就其实刚刚一直都有设围，但他是在下面的四纪录。主板确实少，主要就是大家觉得密勒顿比较帅啊，科技感比较满。可是我比较喜欢古代种的啊。啊，我老实说，我真的也比较，我真的比较喜欢主板的，绝对不是因为吼叫尾啊。当时主要是出来的时候被说那个你都骑车了还是什么的，你看人家纸板的用飘的悬浮装置，然后你们猪板的还要用四只脚走路。我说又怎样，你们爬墙还不是用四只脚，不是会飞吗？不是那么厉害吗？飞起来啊，啊现在会飞了，你看我们猪也会飞啊，猪会飞。猛雷鼓当时设计出来，我觉得超好看的。那但是我那时候 FB 上一大堆人分享说，这什么设计丑死之类的，我就说不会啊，超好看的哎、欸。然后就噼啪讲一大堆嘛啊哦、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啊，都对对对对，真的哎、欸，波荡水是啥小？波荡水很帅好吗？对啊，因为其实很早以前也加了很多就是粉丝观众的好友，然后后面也都没有退掉啦，就只是摆着，然后但是就是常看到一些很过激的发言，想说是有多爱宝可梦，然后设计错了是惹到了吗？因为
我觉得猛雷谷那时候设计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脖子太长嘛，就是雷龙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它这是真的很像色尾、欸、超像的哎、欸、啊又不像了，对不起，对不对？它脖子顶到天空去了，然后刚好配合它那只脖子上的云，导致就是他就是脖子穿过云的感觉，我觉得设计超棒的啊！啊，为什么会说很丑？我就真的不懂。我江敏能定格了，我看一下哦。啊，有吗？啊，应该是我刚刚脸贴荧幕太近了，没读到脸。不是哦，这颜色真的是再红一点点就是色尾了哎、欸。因为我现在是没有色尾啊，所以我不知道确切颜色啊。完了，我出现幻觉了。以前的图图犬不是很白吗？还是我们待会开阿尔宙斯回来玩，真的很像啊！我没有骗啊，他哇，怎么越看越像色尾啊？这些狗，各位紧张咯，应该剩十分钟了吧？看一下，哦，十五分钟。啊，还是刚刚的天气啊，刚刚的傍晚时间，现在要变比较白了。你看有没有？现在其实变比较白一点了。那时候蛮喜欢图图犬，另外原因也是因为他可能是他是画家嘛，他在脖子还有一圈围巾。黄红关系比较黄，对啊，看很黄哎、欸，又很红哎、欸，烦死了。你看，来，哪只是色尾？抓到了色尾，安错。白痴哦、喔！看尾巴颜色，哎、欸，它尾巴是什么颜色？我忘记了。不是啊，这要怎么看尾巴颜色？看不到啊。变红色哦、喔。好，那请问那边要怎么看尾巴颜色？噔噔噔噔噔噔噔，飞鱼、飞刺鱼、宝可梦、飞刺鱼啊？霓虹鱼吗？粉色啊，保姆曼波哦。哎、欸，知道曼波鱼他们其实会躺在海平面上面嘛，晒太阳，所以要把身上的寄生虫给杀死、欸。听不出来，他是哦之类的，保姆曼波啦，养乐多安安。保姆慢播，保姆慢播。
看剪影，谁啊？飞刺鱼宝可梦，叫声、属性。哎，还有一个是谁？一夜月的特质是从皮肤储存太阳光。我室友在睡觉，所以没开声音。那就是开小小声的听看看啊。哎呀，先去抓保姆曼波嘛。哎，难道是爱心鱼吗？不可能吧。不是爱心鱼，就是保姆曼波了。但这两只宝可梦不存在着进化关系，我也是觉得很莫名其妙，长得那么像，长得那么像，又没有任何进化关系。磨牙彩皮鱼，磨牙彩皮鱼，不可能吧？不可能吧？他会用皮肤吸收光线，哎，也是有可能哦。可是他是飞刺鱼，哎，还是直接打飞刺鱼去那个维基查就好了，对吧？直接维基查飞刺鱼宝可梦，应该就只会有一只了。哎、欸，我是到现在才知道，单一飞行属性的宝可梦很少哎、欸，通常不都是一般配飞行？不是爱心鱼。好啦，现在某三个选择了：磨牙彩皮鱼、爱心鱼跟保姆曼波啊。爱心鱼被刷下来了。我刚刚有在想说，是不是荧光鱼跟霓虹鱼啊？可是我看到他说，好，帮你们查啦，可恶，你们都不查，直接查嘛。哎、欸，有了有了，你看就是这么红。哦，是荧光鱼哦，真的是荧光鱼哦，哎呀。第三战力出来了啊！蘑菇包子，你看哦，它就是这么红，所以跟那个黄昏颜色超像的，黄昏的中年狼人。想知道图图卷怎么玩吗？我应该是拿来当工具虫啊，没有拿来对战啊。我曾经有想过之前对战的时候怎么玩啊，蘑菇包子，然后剑舞替身跟接力啊，接棒啊，啊，或者是，哎，我先收盘，剩几分钟？剩七分钟，各位紧张咯，哎喂。选择结果，哇，等一下 98% 会遇到色尾，我的天哪、啊、差点雪崩欸，差点海啸欸。哎、欸、剩下七分钟哦，七分钟，再来开一个七分钟的赌盘。等一下，酷一想跟我说怎么玩吗？你可以跟我说。我其实之前我们在玩宝可梦那个麦块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很纠结要不要带图图犬，因为图图犬的种族值太差了，导致我当时本来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就是想一下哦，戏法、蘑菇包子，然后接棒跟随便一招强化技能嘛。就是先把后宫之尾戏法给对面啊，然后下一场就是蘑菇包子让他睡觉，然后我就是强化再替那个胶棒给像用复古胶棒啊，或是用那个剑舞，不是剑舞，那个什么诡计啊什么的，你会被挑衅玩疯欸。不是啊，你要知道，我们当时我们那群人在玩的时候，没有几个喜欢打，没有几个会打对战的。然后大家那时候的观念都是，第一场就是原地一直猛强化，一直强化，一直强化，一直强化，或是撒蘑菇包，撒那个什么寄生种子啊、隐形眼手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又想说要带个挑衅手之类的啊。那最后是因为会输，是因为那时候搞不懂什么妖精场地跟电器场地，因为那时候在玩的时候，珠子那个剑盾已经出来一半多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玩剑盾，所以搞不懂那个精神场地那些东西，导致我那时候一上猫老大用那个机长奇袭说没有效，才知道是哎场地在搞，把我的猫老大速度很快，机长奇袭，我那时候就是机长奇袭跟那个珍藏在，就机长奇袭加珍藏，结果机长奇袭没用，再加上对面欧七爆棚，他用气势头带撑住了两下伤害，他拼了10%两次，我就输了。哦，场地是日月哦，对不起，啊一样啦，场地是日月的，反正就是没有玩到。啊，那时候是那个啊，集聚化打开之后，那个场地跑出来啦。抱歉，抱歉，我口误。是几句话打开后，然后场地跑出来。对不起，我刚在揉眼睛，没有在看画面。有没有很像？像不像色尾？像不像？所以我刚刚就说，哎，我是出现幻觉了，是不是？那是很欧欸，很欧啊。因为我那一场比是比可以带神兽的，但是一般系神兽又很少，导致我就是没有神兽可以，因为你要带那只神兽，你要凭本事自己抓得到啊。一般系神兽就只有美洛耶塔跟一般阿尔宙斯，但是幻兽是不能带的，所以啊，美洛耶塔那时候麦块又，我那时候早等了三天三夜，美洛耶塔都没出，都出别的啦。所以我那时候是没有带神兽出场的。欸，我不带神兽的，我也是不带神兽的啦。你看我身上队伍也很少在带神兽啊。但是碍于那一次玩，大家六只宝可梦有4个以上都有神兽，我就觉得市场硬仗啊，没有，因为当时也不懂对战啊。啊，如果现在回去跟他们玩的话，我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就讲了嘛，我要带笨拙的长耳兔去跟他们打，而且也可以用 Mega 对 Mega， 但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从因为麦块的那个 Mega 石要打那个特定的宝可梦才会掉嘛，你要打 Mega 卷卷长耳兔才可以打到，可是它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后之后，那些 Mega 的宝可梦越来越少了，根本打不到。卡比兽压死他们，我也有带啊。但是碍于就是我的第二场是打到毒系宝可梦啊，你看每个救急异兽，那个谁啊，带了三只还四只救急异兽出来，
然后再加上异兽什么异兽提升哦，一直加攻击力叠起来，就跟自信过度很像啊。啊，于是就被推队了。我那时候是带了三 D 龙，多边兽二，然后是用了复制特性，复制到了那个异兽提升，然后才在第一场的时候推队掉。因为那时候真的不懂，不然我就带我的多边兽二开空间了，开空间，然后用下载特性给多边兽 Z。哎，那时候不懂啦，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那时候只喜欢孵蛋，嗯，就一直在孵我的色尾卷卷耳，但是孵不出来。紧张咯，三分半哦。他们都看那边呢，他们草 baby 哦，草 baby。那其实想再抓一只哎。所以酷一要不要教我怎么玩那土犬啊？哎，古雷，如果给你六只一般系宝可梦，你会带哪六只？我记得我那时候阵容是什么？我想一下哦，卡比兽，猫老大，然后那谁，加勒的那个冲刺雄青蛙，还有谁？你都带六水鼠的。啊，对啊，所以我是问说，一般系的话，你会带哪六子啊？哦，三啊、多边二，还有个谁？代兽，我代兽没带，因为那时候就是刷不到那个 Amegas 啊，没有亲子力可以用。啊，其实那时候有人建议我带那个谁，素贞卫雄。我那时候没有带，因为想不到自己会被睡的一天，自己也会被睡的那一天到，就被睡烂。我忘记我那时候带什么了，我还想带胖丁上场，因为胖丁是一般加妖精嘛。结果我想要的玛丽露丽是水加妖精，不能带。火焰宝珠圈圈熊，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带。哎，我那时候不知道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没人叫我带圈圈熊。哎，真的，如果可以的话。那时候我应该也很会打对战的啊，但你也讲了嘛，当时都不懂，宝可梦就是拿来宠的，拿来疼的，拿来爱的，怎么可以拿来对战呢？鸡蛋不错，鸡蛋的物防太低了啊，曾经就是被一个下盘踢把鸡蛋踢回家，我就没带鸡蛋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玩灰子大赛，然后每一个属性其实都可以学灰子功嘛。结果那时候本来是带了一个已经养好的吉利蛋过去了，结果灰了十场，输了九场，通通都是啊，我以为是色尾白痴啊，通通都是格斗招出来，
一个威力多少的下盘踢就把他踢死了。你看像不像？今天在刷的时候是说哦，白痴哦，我有遇到色围了嘞，像不像？就问你像不像黄色加红色这配色？哦，对对对，泡沫栗鼠，对对对，第六只是泡沫栗鼠。我就用了那个种子机关枪跟那个就是连续攻击嘛，就打赢过。哎，可惜了，没遇到选择结果，粉红帮获胜。奇诺栗鼠不更强吗？是啊，我有带那个奇诺栗鼠，所以我会想刷奇诺栗鼠啊。昨天看到望月刷到的时候，想说啊，我也想刷一只哎，这样子。现在可以带一家鼠吧？哎呀，一家鼠一定是更好的啊。你有没有正章啊？不怕人哇，你真的不怕人呢、欸，可爱，可爱。你想刷啥？火的吧，火料理。来刷猫咪。你知道我之前有一只原路杀的名字叫做捕鼠器吗？就是那个粗糙皮肤加那个秃秃头盔，因为那时候就有人想一直用鼠鼠的来打我，然后于是我那时候就把那只叫做捕鼠器，然后加物防，然后吃加防御减特攻的那个薄荷，然后。他就好像数数的数到第四下，他就倒了，我就笑，你在打、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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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要抓宇宙最强。为什么主播你可以一直飞？你有买 DLC 吗？你蓝之圆盘的主线通关之后，然后跟着剧情走，你就会飞了。请给我食谱，看一下哦。请给我黄金。煎辣香肠、花生酱、咸加咸。煎辣香肠、花生酱、咸。你思考过多隆跑得慢这点吗？多隆跑得慢，什么多隆跑得慢？是说我其实很好奇，我的千面最高速120灌满，怎么会跑输种族值比较低的？他有没有可能扣到速度啊？九 ，Y W 二 N。哎、欸，这只猫咪应该更好出哦，好不好？开始预测，来刷小白猫。小白猫 ，Hello， 什么在叫啊？
鲜辣香肠、花生酱。我也没遇到黏网之类的，你是打对战遇到、哦？不是啊，人家搞不好就是不想要练速度的啊。你是打级别对战遇到吗？搞不好人家不会玩啊。为什么有一只反过来？怎么有一个告白？那不是，我是说我跑输了哦，你跑输人哦。你对谁？对啊，你对谁？加加九宝可梦，加加九宝可梦。哎，望月早安，望月，请问你的包子头像呢？怎么不见了？没啦，讲讲而已。一般老鼠的声音，奇不是啦，奇诺利鼠他们吧，这边没有一家鼠啊。蓝莓学院没有，没有老鼠，没有鼠患。我想说，你怎么敢打一家鼠啊？小福蛋在哪？你是在问哪个小福蛋？你要小福蛋的话，在草原啊，草原这一区吧，这一区的样子有小福蛋。姐姐那边变高了，我其他地方就取消了。哦，你订阅层级三的哦。卢奇加 YD 比你一个月伙食费还多，是多少啊？哎，你奇诺利鼠是？啊，你泡茉莉鼠是刷大量花生吗？还是野野外吃三明治的？不是泡茉莉鼠。哦，哎，要抓奇诺莉鼠也太过分了吧？进化型哎、欸，
啊，节操的证据是什么？你就说小孵蛋好吗？啊，有人说老鼠的声音啊，我怎么知道啊？雪地胎都普通了，对啊，多边兽、老鼠、浮屠犬，还有最白目的世纪录，哎。真性白白圆圆的石头是蛋，那你刚刚怎么没有说这个特征？啊，你就直接讲小孵蛋，我也想说你在问什么小孵蛋。你游戏打开没声音 ，OBS 又关了。你去那个音效板那边，把那个截取盒那边设。那边应该是跑掉啦、啊、设定那个聆听此装置啊。聆听此装置。小葵安安。装置没跑。什么意思？音效板在哪？在那个喇叭点下去嘛，不是有个音效那一件？我看一下哦、喔，就喇叭点右键有个开启混音，有个音效啊。然后音效里面，等一下、喔，音效里面的那个录制，对不对？录制就点你的那个你的音效板 HDMI 还是哪里的啊？然后有个接听，接听有没有个聆听齿装置？那个勾下去就好了。主播，你看我打的字啦，我故意打错了。我知道，我以为你是不小心打错的。我想说靠腰，你在外面上班应该没有手打字。我想说。哈哈，不要纠正你打错字好了，我还很认真在教你诶，击败人，击败人。我想说你是在问认真的，帮你回答，他就说你是故意的。你这人怎么这么鸡掰？好坏，找不到一颗孵蛋，赶快吃个遭遇力的那个啊三明治啊！还好吧，哪会派？赶快打开有没有？吃好像23吧，做料理。二级，吃个34，快点，赶快，现在马上做个34遭遇力的，34的料理，随便吃个，那边就一大堆小孵蛋了。这哪叫派？然后看到一堆小丝丝，我原本以为那边会有等级高的极意蛋可以刷，然后吃了一般遭遇力很开心，冲下去就是看到一堆公丝母丝小丝，我就知道啊，好啦，这边没救了，这边啊，这个血坏了。我跟你讲哦，
只要你看到我的身体是短的，表示我坐姿很端正。如果这样子的话，表示表示我是啊，被贴在椅背上。聆听勾了也没有，哇！完了，这种是 OBS 坏掉吗？好啦，你重开机吧，你 Switch 先拔起来玩，然后重开机吧。电脑有问题，我们一律交给重开机。就像遥控器电池没电了，多拍几下就有电了。你不要再打双等于了啦，你要不要看台规啊？我知道你是下意识不小心打的啦，遇到吉利弹啊那边就真的是小福弹的点啊。啊，你们有没有吃一般遭遇啦？赶快吃啦，真的啦。不要不听老人言，开心好几年好吗？偶尔听一下这个老人讲的话，还是有用的啦。有啦，好啦。你遇到蛋蛋了？你怎么会遇得到蛋蛋？蛋蛋是草加超能欸，是草超欸，别自制草超欸。哦，小福蛋蛋哦，哎，又变长了，又变长了。嗯，又问号什么？他去厕所。哎、欸，等一下，你们小福蛋结束了吗？等一下，你们任务结束了吗？为什么他是把 Switch 带去厕所，是不是？我刚好结束了，那就好。他把 Switch 带去厕所，结果没网路了，是不是？哦，你把手机带走了，哇，吓死人呢、欸！重开吧，重开吧。我想说，怎么两三个人同时打小薇，他怎么断了？我说，哈，卷款逃跑了吗？不要连手机网络，可是你要知道，有些人家里不一定有 WiFi 耶。完了，姐姐命中缺水，哦，是命中缺火啊！看来我就是缺了他，他肝火旺盛、欸。看一下剩多久？哎、欸，怎么才过了13分钟，仿佛过了30分钟一样。紧张咯，时间过一半咯，来喝个水。喝水就会遇到了，是不是？小薇，你要连网路啦！集会圈不会有这个密码啦，
集会圈是六码，不会是四码的数字啊！连网路，连网路，连网路。你是不是在搞？你是不是在搞？你连姐姐生日都忘记了？我还想说密码这么简单，当我看到这四码，我就知道啊，这个肯定不是神的语言啊，这个肯定是有人在搞啊。对不对？看到你的打的这四码，第一件事情直接先跟你讲说，记得开网路啊。你这密码也很简单欸。体谅新手，有啊，我又没有责备，我又没有骂，我又没有前面加个什么开我开网啊，给我开网路哦啊，完了，白天了，但没差。对，我刚刚在想说 SHE， 哈哈哈。啊，是 SHE， 二四六寥寥无几，寥寥无几。喵！哦，开始冷下来了哦。可能是只睡三小时，脑袋还没开机。怎样？你是被我影响了吗？我最近睡的真的是少到有点觉得，哪天死在电脑桌前面，你们都不知道。因为前阵子真的太少开台了，导致我觉得很多人忘记说我是会开台的。一个礼拜哪有人只开两次台的啊？熬夜补 BP。哎，你真的一个人刷太可惜了哎！你有空？如果你真的有空，我们没开台的时间，你去找宝可梦台嘛，可能会有人在开 BP 团啊，或什么，可以去看一下。如果看到主播没有在刷或什么的话，你就礼貌性就问一下，请问主播这边有人有 BP 团之类的吗？啊，没有就换下一家。还有一个小伙伴是谁？古雷、杰超、李月月，这三个。哦，你在猪肉？哦，酱烧猪肉啦，白痴哦。然后我再猪肉，那是不是古雷了？我都在你上次推的那个海苔那海苔海苔吗？哦，他杂谈台的啊，他都在聊天。古雷跑哪去了？古啊，他重开机是不是？
他是不是连手机也重开机啦？完了，是谁？我是打哈欠欸，完了完了完了，我最近睡眠时间都是三点欸，没错，三点睡觉，睡到晚上九点十点起来跑图，哈哈哈。你 OBS 现在超大声，知道痛了吗？剩多久？怎么姐姐的猫一下就出了我的呢？我差一点啊！你好可爱呀、啊！完了，闪焰冲锋哎、欸，又是一只想死的猫哎、欸，这不就出了吗？这不就出了吗？战斗蘑菇包子，恭喜橘子夏安安，橘子姐啊，古雷认识，请问又是哪位主播吗？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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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哎、欸，彗星不抓二哈，请问是哪个二哈？犬太还是罐罐？请问是哪一只狗？二哈是罐罐吧？犬太是吉娃娃吧？哦，罐罐，那没错，那没错，还好没认错，还好没认错。啊！我遇到没有按录影，完了，这边不完美了。这什么？哦，小奇怪。答案是刷得到。好了，剩下十分钟，做梦了吧？剩下不到十分钟，肯定做梦吧？来，我们再预测最后一次。我有这么厉害，我一定去经纪公司上班，培养下一个小爱。啊，谁是小爱？会不会很没礼貌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来，我们继续看刚刚的。哎，望月在吗？抓到欸，姐姐这边真的有用欸，很有用欸。我那时候是人家换喝水，我手去拿水的时候刷到的。然后就输赌盘了，对。干嘛？没有啊，我说这边真的很有用欸，这边真的很有用。我一直以为我很久没有出现，没有人会记得我。哈？怎么会？怎么会这样想呢？不许你这么想。哪天我很久没开台才是吧？啊，四周人口开台了，我就想说，哎、欸，紧张咯，哎、欸，遇到了，我竟然不是骑着狗去撞他、欸，
我现在用走的。好了，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删掉，欸，因为他，因为其实这三部影片是我那时候连续遇到的。我不是昨天有说我转五格遇到三格吗？是啥？就是我转完这个，马上又遇到下一个，可它中间转的时间太长了，遇不到。哪边集合拍照？它有指定地点，有些任务会指定地点，还有穿着，可能要戴面具啊，或是不能穿制服啊，有的没的，你再留意一下。可能今天跟他讲说，在草原啊要穿制服以外的啊，或是在冰原要戴面具啊之类的。啊，如果都没有的话，就是随便找个地方。哦，呱呱呱，好冷！小黑猫啊，不是吧？母的，一发，很扯哦，好扯哦，超扯扯。然后古人你看啊，你也不用看啊，你看拿到东西了，回收。那猫会咬人跑跑跑，快跑快跑快跑，猫会咬人。还有七分钟，哎呦，肯定会的吧？叫我看啥？我忘记要看啥啊啊啊！没有啊，就是如果你身上常用就那几只，你就带帕奇利只去捡嘛，就捡嘛。而且它也可以拿到 PP 恢复剂，好像啊，就是可以捡到 PP 恢复嘛。那个商店买不到，只能靠捡。再来再来，剩下七分钟，还有没有色尾？想继续看还有什么可以看？哎呦呦，哎，这真的是最棒的一张哎，而且画质很高清耶，一点都没有失真的感觉，不像其他章就是有点雾雾的。DLC 台主过了，过啦，再刷三。我真的觉得这张很好笑，欸，那时候我在看那个嘛姐姐的台，然后看着看着在，欸，等一下，怎么白白的啊？小思思又是你。过了后面就没任务，没了啊，就只能等11号了。1月11号的淘汰了啊。
是不是收集图鉴才能抓贝缪种啊？你啊，你是要抓哪一个啊？你是想抓谁？铁头壳那些吗？你抓过月月熊那个吗？血月吗？鹤月月月熊？抓过了，那你就图鉴蓝莓图鉴200只，然后那个莎莉会在路口等你，然后去跟莎莉对话，就可以看到那个贝缪种的位置。我知道古雷是紫的啊，你们刚他刚刚就说四个都紫的啊，我刚刚不在抓那个图图犬的时候在那边该没有猛雷骨可以帮你开图鉴啊，我抓猛雷骨啊，没有，你要全图鉴的话可以帮你补啊，啊当然不是送你啊。哇，那只猫好小只哦，这只好小哦，小猫猫，跟我回家。要带你去变大小啊！嗯，开钛金活动哦。哎，不会啦，没，我不知道啊，感觉不会耶。因为之前活动那样子是那两只确定就是在 DLC 之前出的钛金活动啊，啊既然现在已经出了这种是要抓的，也不好说，你看像现在这个铁包袱，喇叭会圆会，一般飞行实锤了，实锤了。P3 AI 咯，嗨，好久不见，是节日啊？对啊，但是它就是被谬种啊，但是又是在别的版本的啊。去哪抓？一样抓得到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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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平台，这边抓得到，冲，冲嘴什么鸟的啊？哦，我的妈呀！啊！差点就按野餐了呢，哇哇，狼狼帮的胜利，又可以各行他一只了，对耶！
闪焰冲锋，快躲开！好久没看到有料理出三只了，可是我刚刚就是吃一般料理抓到三只多边兽。你看，室内有云呢，很猛哎！这个巨蛋室内都有云。是代打吗？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以为平时遇不到闪是我的天赋。啾啾啾啾啾啾！完蛋！我的妈，太痛了吧！妈爷，太痛了吧！你要阻止我自杀，我要阻止让你自杀。剩多久？剩40。走开！不要阻止我！有一颗球在飘，训练家，你的球在飘。就这里了，野餐。最后一只。十秒，哪里？后面，我刚刚想说，怎么一只黄色的猫？小猫早安，小猫啊！我怎么只有拍一个啊？我好气哦，忘记拍了。小猫，我才刷完小猫哎、欸。我刚刚才刷完这群猫哎、欸，白色的小猫。感觉这些战机今天都够了哎、欸，截图一下。那你还刷吗？我不知道刷什么了、欸，可能再一次一般遭遇吧。不是。光遇要开始啊，剩30分钟了，想想先算了。有三只我贡献的，对，多边兽花音的，下面四只番茄的。啊，来去验大小。听到你在呼唤我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早点叫你啊？小猫，快出现，小猫！好丰富的战机，哎、欸，30分钟料理三只真的是很久没出现。看看以前卡地狗啊，卡地狗10分钟三闪，当时还是狂做噩梦的时间呢、欸。哎、欸，好像差不多就是去年也是差不多这时间，那时候狂做噩梦。请问你要看哪个尺寸呢？啊，你怎么拉下拉链了？啊，还不够小。你还不够小。你还不够小，放生。这个是从老师那边拿到的单，这个这还不够小，我刚刚以为很小了，哎，远远看想说哦，很小哎，抓它抓它，标准真的严格，它标准就只有一个啊。是吗？0到25，只能0或255啊，1或254都不行，就是这么严格。这个是青绿吧？哦，炒饭。你看，当时其实有人说裂空座会出来啊，你看右上角这个就是裂空座啊。对不对？刚才有说裂空座，烦你。请问，阿弟在哪里呀、啊？这个是什么？看不出来啊！这是啥？好了，我们现在存个档。我开到50分好了，哎，我不想用 Switch 跑，没啊，换来换去太麻烦了。开到3点50分，我先去踩点，哎、欸，也不用哎、欸，反正50分要关台，50分在。我猜你刚下班吗？还是你在上班偷看？还是小猫你现在开台，我待会就过去。小猫有没有听起来很划算？怎么听怎么赚？冬季特卖，大家都买了什么东西呀、啊？西亚，来哦，解释一下哦。我被困在这个空间将近3年了，一直遇不到黑色的一只虫子。哇，我遇到我直接扔大师球了。我本来想说再来那个高级球好了，你看红诶、欸、黄黑配，绝配绝配绝配。让我休息一下，晚点再开。哦，好吧，好吧，熊猫，好吧。
欸，前天好像看到你妹妹在玩那个魔兽派对，为什么？我好像只剩下她在玩，是不是？先来偷偷看有谁可以揪，有谁可以揪？找一下没揪过的，还好我提前结束。那只黑黑猫，哎，为什么我刷不到啊？你看火鼠还在那边跟我讲说，你原来你还没刷到，可以转转盘。你那边揪过啦，我要去揪没揪过的啦。不然我早就揪明明那边啦，又不是说揪过去乘以多少人数这样子。你看，现在揪过去乘以七十，一分钟乘以七十等于七十分钟，这样子。啊，因为我依稀记得好像有几个都没揪过，但是又没有开，他们又没开台，哎，难过了。像谁？就哎，忘记了，就是因为没开才不记得嘛。那我们 BP 刷到百变怪找完如何？没有，你们可以继续刷，就是你们回到我的聊天室就好啦。好喝水，就是我揪过去之后。啊，你们可以继续回来继续刷。我想说找个一样有开宝可梦的嘛，然后哎有哎，但我好像跟他不熟，也是叫米米啦。之前是因为另外一个主播知道他的台，但是我们完全不熟，感觉差不多了是不是？哦，好吧。有点累了，才刷不到一小时就有点累了。你们的肝还那么新鲜，需要你们的肝拿来当磨刀石欸，怎么就累了？一万二就能痊愈三家了吧？可以，但是那个点数越多越好，因为你后面还要如果你只是要遇三家的话，这样没错啦。啊，如果你没有，你还要找导师的话，你还要再一万二。再加上，如果你要转干果球的话 ，BP 点数要每一次都三十啊。欸，没有，会越来越便宜。导师要干嘛？养亲密度。如果你没有导师，能干嘛？其实不能干嘛欸。就只是你可以拿到他的像手机壳啊，或是他的手套啊、鞋子啊。应该说这样好了，你喜欢那个吗？奇数吗？那你想不想要奇数的手机壳啊？这样子就要找导师了。一开始是物品或调味料啊。那第三次找他来的话，是可以跟他交换他的宝可梦，他的专属宝可梦。然后换到那个宝可梦有特殊的阵仗，对，恋爱养成游戏啦。六 V 没有欸，应该不是六 V。你要修了，好吧？快休息哦，快休息哦，赶紧困，赶紧困，不困啊！你要躺着玩？
奇怪，为什么我就是不刷不到？而且最好是半夜开刷这个台，会有人来看。大家都睡死了啊！教主还要刷黑毛虫，还那现在看呢？你有眼睛吗？我不在刷了吗？我不是正在刷吗 ？ING。你真的没被锁闪吗？我被锁烂哦，被锁烂了。还是我们一起刷看看谁比较快出？我确定我刷超过8000只了，你知道吗？我真的确定哦。因为我那时候什么时候啊？我有一阵子又很长，每天就是刷一个小时嘛。啊，你看，比如说你一分钟一只的话，那一个小时是60只。那我那时候就是刷了很长一段时间啊。被裂空做讨厌的事吗？没有吧？我难得是他们那时候问说你有想要刷哪只设为宝可梦神兽吗？我第一只就讲裂空座。早知道我说刷美眉的设为了啊，气死啊，气死气死气死。应该要来刷兄妹设为再来刷裂空座的。哎。没办法，这一代的闪耀护符只用在蛋身上啊，没用在野闪上啊。有时候看他白特别久，都以为啊，到了吗？到了吗？到了吗？换我了吗？换了吗？换了吗？对不对？就是觉得说啊，该到我了吧？画面白那么久，我没有读取而已。就只是读取而已。你哥哥至少刷了2000了，哎，2000，我那时候已经刷过啦、啊。我那时候还有在计算那个刷了第几次嘛。我那时候就是一天刷个1小时、2小时半这样子，1小时、1小时半、2小时，然后刷完之后就该打日嘛。你看，要不是珠子他所闪，我搞不好就在珠子刷设尾了。不是搞不好，我肯定在珠子刷设尾了。来看看我们今年能不能刷到设尾呢？今年还有7天。那圣诞老公公，我想要设尾。想要把色色的大猎雀，还是把黑色用？你不是送给他过了吗？你不是把黑毛虫给他了吗？还没？他没收哦，一定刷得到的。这个愿望我从去年前年就许到现在了。我连出去玩都带着 Switch 在那边刷。拜托。
而且啊，我还以为在外面可以刷到，因为想说啊，很多都是那种偶然的情况，有没有？啊，刷着刷着，哎，出社会了那种感觉。结果六小时就这样子没了。你都跟米米要好球了，结果锁闪。哦，我难道想说你那时候要了，要了几颗？40颗球。其实我真的不懂他锁闪的用意。你看，他就是没锁闪，导致玩家抓到神兽马上就关游戏了。对一些爱刷闪的人，你看是不是可以延长玩游戏的寿命？对吧？哎，还有5分钟，再五只。好像有人说防改兽杀的，这有什么好防的啊？防不了啊，改兽那么多。哦，还是你是说不可能有那么多色尾宝可梦？没有啊， Pokemon Go 就一大堆了啊，对不对？有参加道馆战的话啊，色尾神兽就一大堆啊。对啊，你看比赛 90% 都改兽了。没有，这是真的，因为你要养到一只能力一样好的东西是真的很难养啊，养不到。你看要零攻击的，零速度的。好啦，可能好点养，就你可能有一只刚好零速度的百变怪嘛， 5V 零速度百变怪。结果那次零速度百变怪也是改的我没有讨厌改兽，但是我不喜欢人家是用那种改兽然后去打，然后去嚣张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改兽如果你真的喜欢，拿来收藏就好，自己收藏自己看，不要拿去影响到别人就好。所以像有些人会用什么色尾口香糖来当妈妈嘛，这样子反正也只是拿来自己生蛋用，没有拿来打对战还是什么。看啊，像我这边就一只啊，两只吧。怎么按啊？包包要怎么开？哦，原来这里可以换哦。哦，前往盒子。哦，找到了。哎，我的卷卷哦。可惜生出来是公的，为什么这边盒子这么多？哎，阿香，好久不见！哎，要关台你才出现。
欸，在哪里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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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啊，这个也是，这里是改出来的啊，这一定是改的嘛，所以我就是拿来放着，放着看，有没有，有没有拿来干嘛？查看持有物，哦，没有。我比较能接受百变怪，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啊，你拿来单机自己玩自己爽就好啦，就是联机这个东西用到改收就是不行啊。所以其实阿翔之前给了我一个嘛，就那个刚好好死不死改收，我想说又没差，我又不打对战什么的。每年都在吵，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以为珠子圆盘的时候，我开台你会出现。我那时候其实还蛮期待的，说都准备好了，说阿香好久不见。结果圆盘结束了，你还没出现。怎么开了真传你才出现？哎、欸，没了，五十分了，好啦，好啦，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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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阿翔看，刚刚遇到的，可是没有拍到啦。刚遇到三只，哎，刚遇到三只小白猫，哎，我只录影到一只。圆盘直播都不推你啊，怎么不推我？我明明就有开台，我还在早上就开台了，哎。还、啊、要看这个。好啦，各位说晚安吧。我还没找到要揪的，哎、欸，还是揪去明明那好了。雪莉晚安，古雷晚安，莉莉晚安，顾月晚安，疯子酷一晚安，望月晚安，阿香晚安，番茄晚安，小薇晚安，阿乐多晚安，迪恩晚安。哎、欸，迪恩，那天兔子不是我有揪过去吗？然后他晚上在。我不要再感谢那个谁追随谁什么东西的，他不会念你的名字，哎，他说这个字怎么念？王龙王什么？我想该不是利恩吧？然后他查一下，哦，王龙利恩。我想说，哦，人家不会念你名字，哎。哎，他在弄皮耶。好啦，我们就去米米那边吧。米米也是主播，哎、欸，另外一个米米叫陈米，会画画，会做皮。另外一位米米，啊，也是叫他米米啦。小猫晚安，小猫晚安，爷爷晚安。这个米米啦，不是米米的梦啊，不是那个米米的梦，好不好？好啦，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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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